其實我都睇幾多偵探小説類型嘅書，我專揀一啲短嘅嘢嚟睇。搭飛機我有陣時會揀劇本嚟。Guilty pleasure 嘅書，譬如 BL 漫畫、愛情小説就係我嘅書單。Peter Weiss 嘅 The Investigation， 奧斯維辛集中型審判咧就寫成記錄劇場式嘅劇本。會介紹大家睇李維史陀嘅《我們都是食人族》啦。去宜蘭咧，所以我就買咗呢本《書國展宜蘭一撇》。午夜廣場文學放得開，一齊講旅行書單不孤單。